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3月7号即将来台进行巡回演出，长期关怀在地弱势儿童和少年的凤山扶轮社集结高雄爱河社、圆山社与木棉社等社友赞助购买神韵晚会的票券，赠送给弱势学童，让他们也有机会观赏到世界一流的艺术飨宴。3月12号到18号，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将在高雄演出。凤山扶轮社集结各区社友发起赞助神韵晚会门票，要让弱势学童能够一睹世界顶级的艺术表演，来一趟难忘的心灵飨宴。我去看过两次，而且哈、哦，那个表演哈、哦、都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水准啊，不管他的服装啦、啊、还有他的音控啦、啊、还有他的表演都属于世界级的啊，所以哦，我们啊来。请我们这些扶轮之子哦，能够去哈、哦、看这个节目，而且这是哈、哦、有启发的作用哈、哦。获得赠票的社福单位对于能够观看有世界第一秀美称的神韵晚会表示兴奋与感谢。那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就是说五甲社区的孩子有幸啊，还有我们关怀台湾协会在中仑社区的孩子有幸可以观赏到这样神韵晚会的一个表演。好，那我想。对孩子，对我们来讲，这整个的视野都会打开来。嘿，那非常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好，我有看了一些他们的肢体语言跟服装的一些装配，真的是他们的境界，一种文化的境界，而且是一种专注的一个神韵。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会带着这些孩子到现场里面去观赏，让孩子也能了解一些文化的一些传承。以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的扶轮社，鼓励并培养社友提高道德的标准，希望借由世界性的交流，增进国际间的了解、亲善与和平。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国华、徐美惠，台湾高雄报道。